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刚才为大家讲解的棋局呢是柯洁执黑中盘胜了米玉婷，刚才王老师说是他的名局哈。名，对对对。这如果说这四刚才说的那几个子他是故意不连的，那我觉得他的计算太强大了，实在是我只能表示惊叹。是是。那接下来这盘棋呢，我们为大家挑选的是连笑对杨鼎新的这盘也是是的，这盘棋应该说两个人也。现在两个人的势头都挺近的，我觉得状态都挺好的。尤其杨鼎新好像等级分已经到第二了吧？不知道，我不太关心。不太关心，反正我也到不了第二。哇，连笑今天打了领带，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打领带了。哦。难怪，看来这一场比赛他是看中是吧？嗯。不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连笑，其实连笑你看起来他很斯文，但其实他是辽宁丹东人，印象当中是那种大汉型的，但其实不是。杨鼎新是河南郑州人。杨鼎新还是98年，其实就感觉他好像年纪挺大的那意思。他我们给他的一个别称嘛，鼎爷。为什么叫他鼎爷呢？不知道哈，都是爷。我就觉得他们的外号都起得很有意思。这是唐伟星，这脑门好亮啊，看着。这唐伟星最近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发型是什么情况？头发越来越少啊！对啊，什么情况？他头发好像本来也不是很多啊，但是好像最近是不是日渐稀少？这是丁浩，年轻的丁浩。丁浩是这是什么奖金？丁浩，让我想一下，2019年他是拿了 CCTV 吗？哦，好像是，对对对。他赢了许家阳。是不是啊？对，后来参加亚洲杯。对对对对对，对，那这盘棋呢是杨鼎新执黑啊，我们来看棋吧。好的。对，连笑这棋还是小目的开局。新小目啊，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来了，这个确实就是在新位的时候吧，他这个。单关跳就有就是可能苏小木他单关跳就是可能我们会说可能他会担心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呀，就是他拖然后呢搬粘黑的跳那么白的拆一个就是他这样他单关跳呢就是他的好处其实很明显就是他比较扎实比较厚然后但是这边他等于你这边厚被我拆完以后你没用了这没有用了那么弱点也很明显就是我这一逼你这个脚上其实没有啥木对是将来被我飞一下你要再盯的话就太就效率就太低了那是肯定不一定就是它的好处和坏处其实还比较明显这样的话他可能觉得这样下就是这边等于他后就没有用了他发挥不了一个威力所以错小目一般来说手单关脚少见少见对现在等于他是星位的时候呢他手单关脚你就是你不能轻易的在我这儿打成一个堡垒的情况那不会让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拆二你这个分头我们以前然后那我逼住你然后你拆二然后我就什么点了之后这样靠过来就是我利用我这个后然后来威胁你让你效率变得低一些那我就可以接受了就是黑棋的意图应该是这样对啊，这个是早年的一些下法对早年现在没有分头的了没有分头的了要不就直接点三对要不就点三要不就靠上来对对是就是但是就是说这他的意图是这样 的就是苏小木他这个单关跳还是少是的然后现在白棋是有点三三这个棋现在的棋好像没有点三三都不能称为一个这个这今天这盘棋没点三三了都觉得挺奇怪的对飞那就这个时候我们就他也没有选择这米氏飞刀是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肉关系政治有关系是的政治有关系那么黑棋现在
黑棋现在这个棋它就一定要飞是吧？哦，他是不是怕这个棋长的话有跳呢？嗯，他有没有可能怕这个？这争子是什么情况？那是小木是不是不能跳吗？那小木是不是被争掉了？我印象被争掉了。我印象里，如果是星位好像可以。嗯、哦，星位好像是争不掉的。是被争掉的、嗯，就直接冲断就完了。嗯、那就简单了、嗯，直接把它冲断就行了。冲断这个，把这个子争掉就行了。嗯、这个争掉这白棋不行。这白棋不能这么想。嗯、对、嗯，那个是小木对，对，好像小木是要被争掉的。嗯、那它是小木，既然不能跳，那就飞呗。那黑的这一下便宜了是吧？也不知道，好难，很难说，问题都好难。嗯、要是我，我可能黑的我就简单尝一个了，就是啊、嗯，因为我是觉得，因为下成这样，你不继续下的话，嗯、就包括刚才柯洁那盘棋也是，就打了之后一立，这个、嗯、我觉得这个效率非常高，白棋。你觉得白棋啊，就打了立到就对，就如果是很不好，打了立的话，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个效率非常非常好，啊、嗯。嗯我都喜欢尝一个，然后尝一个、哦、等人家爬一个，我就再尝一个。啊，他对他爬的话，其实你飞也好，尝也好，嗯、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这期既然下成这样，如果脱先，反正就是这样脱先。嗯，白棋尖起来，和尖起来比的话，我肯定选择白棋打了立这个。哦。就如果是这两个图相比较的话，你觉得这个图白棋更好？这白棋更好，我觉得。就我这个头也起来了，这个立我也立到了，等于这也漏风，上面头我也起来了。嗯，啊，就如果跟这个图相比的话，就是现在等于也是脱先嘛，黑的也是脱先。比如说我拆一个，嗯，那么白的尖起来也很大，没错。如果是这样图相比较的话，我肯定选择这个白的这个立起来。嗯，我这关键尖完，其实这立也是一手棋，我觉得其实，嗯，这立也是一手棋。那么等于我这个和你这个交换一下，这个好像不成，你这价值不成比例。那当然，你这个可能黑棋便宜了一点，嗯、那肯定便宜了一点。嗯、那是你之前等于是这个和这个交换了一下，嗯、其实就等于是这样。嗯，就是说你想下成这样脱先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嗯，如果你想下成这样脱先，你还不如下成这样脱先。对，还不如下成这样脱先。还不如下成这样脱先、啊。如果你不想继续下的话，嗯、我感觉飞不见得便宜。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这个、嗯、杨锦新这个大高手，我呢，就是说我是这么想的。对，嗯，就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嗯、下棋我觉得，嗯，他实战是他是这样脱先的，这样对，他是这样脱先的。嗯，对，其实黑棋我认为就是说飞的时候呢，嗯、他肯定是希望继续搬的，就是他肯定是希望接着下了搬了断的、哦。但现在的话，他不会这样走。嗯、那么就是那他就感觉就有。他如果现在搬了断的话，白棋会打掉吗？白的应该会打掉。但是现在是黑棋争子有利，不过争子有利，争子有利。目前的情况下，好像黑棋的方向不太对。方向肯定是白棋还行，但是、就是、方向好像就感觉有点腻。对、嗯，那么现在争子有利呢，白棋有可能会选择一个搬一个，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搬，搬这个。嗯，就这个局部呢，肯定是白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因为本身如果你能直接飞呢，嗯、你肯定直接飞了。对。但是现在因为要被争掉，那么、嗯。就需要搬一个搬一做一个交换、哦、这样那么再尝出来、嗯、这样的话我觉得白的它的方向还是不错的、嗯、白的把就转到这边了，刚才我们说这黑棋的这个发展应该是在这边，嗯，我感觉这样下应该是不太，这个黑棋应该不太会选择，不太会这样选择、哦、不太会这么选、嗯、现在应该不会这样选择、嗯、当然这都差不了太多，这个只是一个心情啊、嗯。对棋友们来说，这都不是决定胜负的地方。嗯、对对，嗯。那么黑棋现在脱先，他拆了一个，没有，他先好像是先挂了个角。哦，他先挂了一个，做了一个交换，嗯，被挂角。其实这个交换，我也不能评论，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他不见得便宜，这算也不是，也不能说他就便宜了。我不觉得便宜，嗯，就是有可能亏了，有可能我都觉得。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等于其实黑棋很简单，他、嗯、实战他是挂完以后等于拆回来。对。那么黑棋白棋肯定你这不走，我肯定是打的力了、嗯，这太大了，就是这手棋实在太舒服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看黑棋它的发展应该是在这边的，嗯。那么你现在在挂这个跟我这个交换，我把头抬起来了，这个很厚嘛，白棋。那我对你的这个潜力的一个影响的话，嗯，我觉得也不，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高挂的。
高挂是吧？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没有，我就先拆嘛。然后这哦，你是先拆，对，我就先拆嘛。啊，你交换，然后再高挂，我再高挂嘛。嗯，这期你拖吗？我可能我不知道是搬我还是顶，我觉得都有可能。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对这边有一个发展，如果说白的你不拖，你走什么我拖进去，我肯定比小飞挂要好一点。嗯，这个顶了扳柱现在基本上白棋都是怎么下的？顶了扳柱现在这棋白的一般都是在蹲一个啊，把这个木捞掉，嗯，这长，对，然后呢就爬一下，对，然后就再长，然后再爬，再爬，然后再长，就基本上像是这样进行，像是这样，然后就脱线，对，但是我觉得像是这样黑棋。不是贯彻他这个大模样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针吗？局部的话可能说是白棋还行。哦，白棋还不错，局部还白棋还行。哦，对，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人家谁争子有力，还加了还可以加下去。对对对对。还有断掉的这个可能性。对。就是我觉得这是就其实你下成这样再挂也行，但是我觉得就挂一个其实白的很乐意，我觉得就尖一个。就挺乐意的，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对，就是白棋没有毫无不满的。就接完以后，就是其实就这个逼柱和这个杀鸡就等于是一个 A B 线合的一个状态。没错，是这样子。现在就是，然后这挂了一下，然后黑棋拆，这个他打完了立下去。这不打的力是非常舒服的，真的是非常舒服。刚才王老师已经强调了很多这打了力，黑棋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对，因为这将来这里面围控很艰难，你会发现。对，这有一个漏风，我这随便你这挡一个，我这边打入，你这边围完，我这边打入，就是围不住这个地方，就很难受。黑棋点三三了，黑的点三三了，最后一个三三了，就是挡住。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裘老师刚才说的，就尝一尝，就尝一尝，然后黑到爬的时候呢，就再尝一尝。我特别喜欢尝，尝一尝。其实白的很简单，就是我就是想争先手。你看白的他就没有选择这个扳，其实对他没有这样选，他没有选择扳完脱先，他就选择尝一下脱先了。啊，他因为其实这打的真的是很舒服的事情，对，他就选择这样是这样下的，对，他把这个贴起来，但黑棋多爬一下也有多爬的好处，黑棋就是它里面结实多了，结实了，对，它这个棋形完整了，没错啊。你要是这个飞的话，它毕竟还是有什么扳啊、靠啊、先啊，就是它气还是有点紧啊。它爬一下的话，它棋形是完整了，就双方都很厚很多，对，白棋多长了一个也好很多，对，多底下它多爬了一个也好很多，这贴起来天王山啊，天王山。啊，黑的现在没有办法搬，它不能对围。上面拆这个啊，这白的这一跳非常舒服，这个就这个棋形真的是太完整了，我觉得这个白棋就觉得黑棋很不愉快，就下的他是跳的这个，他肯定得自己连一个，肯定连不了，死下的就死掉了，是就连在哪儿？所以连的话，其实就只是单纯的连一个，就是因为没有还是没有木，就是真的是没有木，这白棋这个棋形实在是太完整了，一般来说，其实下完这个可能黑的都想再飞一个，就是确实打的力也挺大，也挺大的，但是真的就白的如果能打力给你飞交换，太愉快了，太愉快了，然后下成这样，白棋的方向是在哪儿呢？白棋接下来怎么走呢？他是这儿直接就来了。我就想着是不是拆一个，然后拆一个，他直接围到这几路了，天，这都七路了，连跳比较猛，这围都有点大，这黑棋我觉得他应该不能同意这空能围到这么高，所以立马就清消了，清消的也够狠，看起来两个人都这今天火气都有点大，火气的。哦，确实，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感觉就是火气有点大啊。这个棋啊，这是不是有这感觉？啊，确实，这是什么情况？这走在这儿，这要吃它了？这不会吧？这好像是要吃了。就你也可以活，他也可能允许你活，你可能苟。哦，这你要我如果下得出手的话，对你如果下出手，我实在下不出手这个。这个估计他不会这么下，他搬呢，断一个。哇，这个太火爆了吧！这场面，要我下白棋，我可能就
这个搭一搭，回一个就行了。对对对，我就搭了退一退，我这不行吗？这个已经空已经很多了。对啊，这空不满意吗？我觉得挺大的。对，这刚才已经到七路了。啊、就是啊，这回到七路，关键嘿，他这利用两下也还好吧？感觉不知道这不肯这个他不肯联想，确实火爆。这个不明这个、有点。这棋他就说你这不能掉在这儿，你这掉在这儿我就弄你、他觉得你违反了我的逻辑、对，觉得你到不了这儿。那我的控是可以围到这儿的，但是你不能掉在这儿，这有点不讲理哈、那长了一个。哦，这太火爆了。这显然不能往这边走吧，这边随便走一个的话，这打完一贴好像都已经要坏了。要坏菜，打完一贴要出事儿。打完贴了一家，或者他就冲出来再下来，可能也就感觉白棋不是很容易抓住他。对，尝这个。那么这时候这儿走这儿啊、走这儿也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可能说这个为什么不靠啊，这个是吧，这是相思段啊。学的相思段，现在白的是打哪个有点不会，反正打哪个好像都还行。我觉得这个图好像怎么也好不了，好像。对，这个就是这个棋、无论如何它也好不了，反正是。吃这个子、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吃这个、并不是说那个棋进、不是棋进。对。这白棋他这儿走两个他都是有价值 的，你不能说我这把这两个子逃掉就行了。对这逃掉显然是不行的。他要利用这两个子破他这个空。是的，我们白棋跳了一个。跳了，淡定的跳住。这怎么样呀？这棋，整了这一圈，不知道这一圈判断不清，这又是很迷惑的一件事情。搞不清，判断不清。可能也差不多。对，这种地方都是很让人迷惑的地方。你也不知道他吃了两个是不是就赚到了。走这儿。是开劫呀、是开劫。他走这个啊，他挖了一下、然后飞了一个。挖了一下要不然他冲完了一粘，不是把他粘死了。挖了一下就已经解决了。对，就是已经是个劫了。打劫联络，这叫打劫联络。但这个劫白的也不敢轻易开，是挺大的。开完了以后自己的气也是非常的紧张。对，等于开完你就是你打不过我粘上，你得粘我再粘上，就等于将来拐一个可能就出棋了，就是感觉就是有点问题。白的也不敢轻易开，那么劫黑的提了，就白的如果能有劫把黑的提了也挺大的，就是但黑的这里有断一些明显的劫材，可能白的不敢轻易的动。这个劫的价值很大吗？就觉得很大很大很大是吧？将来就是看黑棋能不能给白棋唬回去。要是能唬回去的话就小了。那就确实。就如果说我觉得他如果说想下去的话，他这劫如果撑住能下去那还是挺大。如果他本来就下不去那也。就还好。对，就那也还好。主要看能不能唬回去，我感觉。就把他打回去。打回去。让他忍回去。就估计白棋不敢。我觉得他可能不太同意。和直接靠住相比的话，也判断不清。这边这判断真的是很成问题。就现在黑的通过这个把这条弄回来，然后这边好像发展也还可以哈。这还是得看后续吧，我觉得。这白棋确实他这个断到长到我觉得价值也挺大的。但黑棋他飞回去了，对那边也对相关联的很多。还是要看接下来你的力量够不够大。从这儿靠近了，就是这边打入力量问题。这边打入他怕我活不了。有点危险。
搞不清，这也是搞不清的事。那就直接锤这个吗？锤这个，因为感觉这边更大一些，就是如果直接锤这个的话，它会不会下的比较狠一点？这个，这样。不知道不明，然后你冲我就扳住，你扳我就长，他就可能杀你了，就是反正我觉得可以下得狠一点，对对，他应该是要杀，强杀了，他只是往底下这种尖顶可能不太会，不会，他本来也没多大的，这种就是把你放出来杀你也有可能，反正要下得狠一点，对对，就可能怕活不了，就是因为看上去这边肯定比这边感觉更大一些，如果是能活的话啊，可能不能活，可能想把它大的地方凿掉，对对对对，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能活，嗯，啊，从这靠进来，嗯，其实这样的话黑子就是长一个也挺舒服的感觉，嗯，就把这边就基本上围住了，再尖冲，嗯，然后趴一个扳住，接下来黑棋是往哪里去了呢？他虎了一个啊，虎了一个。他想让他想让回去，想让他粘回去，啊。这能回去的话，这白的肯定不会回去。我觉得白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对，我就打劫，我这三个是死了，死了我也不能回去。即使我外面走一个，嗯，然后你塞进来给我打劫，那我外面可以走三手棋。对，嗯，三手棋的价值，我觉得可以跟他抵消了。嗯。这拔了也不是要命的事儿，反正是虽然价值挺大的，当然是我死了我也不能回去，是，嗯，他提了吧，应该是没提，还没理，哦，他没走，嗯，他拐了一个，他这地方我就不走了，你就来吧，大不了你来给我打，你来吧，是吧，嗯，搬了一下，搬一下，嗯，拆盖做活，嗯，那么黑白棋尖顶尖顶，这儿两个人都置之不理了，嗯，火气还是很大，这个地方，嗯，有一个炸弹，嗯，随时就要引爆的，嗯，贴墙，嗯，跳一个，我怎么觉得白棋的这个步子有点怪啊，邱老师，你觉得有没有感觉，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他在这儿尖顶的贴是干什么呢，嗯，这棋就不能直接加工吗，就是该走就直接加，对对，就直接加工了，嗯，就这也可以啊，对啊，好像看着这样更顺眼一点，就你出来我在这边靠，就是跟你做一个作战，对，就白棋这边应该也算是有个头吧，然后这边感觉也算是有个头，嗯，因为黑其实黑棋不怕黑的往角里去，因为你往角里去你必然会伤及这边，嗯，就是你这两边必然兄弟打架，嗯，啊，我觉得你如果围控的话，这样的话我这边你也对我没有影响，一点用没有，这样将来我还能飞你什么的，是的是的，啊，这样的话我飞你就挡住你，等于这边价值就不大，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没有问题，我可判断不清楚，这个我觉得他下的招法有点奇怪，他是尖顶完了贴完了然后再逼出，啊，这我看着怎么觉得这么神奇的，有点腻啊，这个，是的，好像不太对的感觉，但是也不好说，对，这种情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直接夹击，他有什么顾虑啊，有可能他走的这个这也是就觉得怪怪的，看起来很奇怪，这主要是黑，我觉得有点帮黑棋下棋，这黑棋很容易处理这块棋，嗯，然后这边也没有影响，嗯，这样也没有影响，人家，嗯，你拿他一点招没有，这棋形还很舒服，因为实战这个虎的连下他就搬了，就这样硬，感觉这一串的交换靠一个，对，这好像搭得很舒服嘛，这个眼搭得很大呀，嗯，白的没走到什么东西，白上面立下去，嗯，下成这样，对于你这一串目数还不见得有黑棋多，我觉得黑棋的棋子都刚刚好，它的位置，嗯，它就正好在这，嗯，里面搭了一块棋，对，现在实地肯定是黑棋优势了，我感觉，嗯嗯，这就等于说白棋这一块它也没走到什么目数，嗯，其实就是在破黑棋的一个潜力，然后这一块的话好像走的也，我觉得有点疑问，我觉得白棋所以现在所有的空都在这儿，不过这还有个劫对，这还有个劫，嗯，这一块也挺大的，嗯，
木鼠好像有点尴尬。白棋现在是虎了一下，虎了一下。嗯，我老觉得这，我就想，这棋怎么是往这儿虎的呀？这虎一下很便宜吗？我不觉得它便宜啊！我不觉得它便宜。难道这棋是虎在这儿的吗？我就觉得很神奇。这如果说看成拐先手的话，对呀，他肯定不会虎的呀。怎么着也跳一个，感觉或者我好歹点到那个小布那个位置，对，对，就感觉也能进，或这边感觉将来靠一靠也应该有。就是我怎么可能虎一个呢？我觉得虎一下确实很奇怪，我觉得很神奇。就觉得是不是快棋打将？但这不是，这不是快棋，这是慢棋，是慢棋吧？所以他为什么跑去虎一个，都觉得无法理解。这虎应该掉了不少点，我感觉，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个 AI，那虎确实不能理解，这个，我无法接受，嗯，反正我觉得这怎么也不是虎的呀，你走道别的不行吗？虎一个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没有解释，就是确实看不到便宜，看不到便宜，看不到便宜，尖顶，完。挡住，这，然后哇，这打，我天，太火爆了，这个天哪，火爆的脾气，这是要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劫来啊，就觉得很神奇。那在打的时候刺了一个，这是又是为什么呢？都不太明白，很下的棋。这朱元刺的时候，黑的就提劫了，他也不粘了。嗯，就是这粘上的话，就刺一下就行了，是吧？就怎么了？就怎么了呢？就怎么了？就怎么了呢？就是这刺一下，跟这边这个劫有什么联系呢？我们都处于云雾之中，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下的棋是什么意思。那他刺完了，他是打算直接就给他打上去了吗？就那跟这个刺有啥关系啊？他刺着了，他这个劫他就。就这样就行了，意思是？不能吧？我也不觉得他这样就行了。对，不能吧？我也觉得不能啊。嗯、他这不还有个断呢、哦对啊，这怎么能行啊？嗯，不是，就不太懂、啊。不知道，他俩人感觉都就斗气，我怎么觉得？这个、我也觉得就，就、嗯、从刚才我就觉得有点火气大，两个人。这、嗯、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黑棋。就是打吃的时候，可能连笑觉得这个棋不知道咋下，我先刺一个问问你应手。啊，那么杨鼎新觉得呢，这个棋你本来你走上面是正常的，你这问我应手，我就不能理你，我就得反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在分析这个。刺一个我就不应了是吧？对你刺我就不应你，嗯，你想便宜我一下。我就不让你便宜，这打掉难道不大吗？我觉得好大、啊，我也觉得挺大的，很心疼，感觉、嗯、很心疼。哎，这对看起来棋谱好像有点卡住了，是不是底下得那个箭头、嗯、点箭头呢？等一下，他这个打完了，我们对他的下法，反正实在是不能够表示理解，只能是问他们本人究竟是怎么个。嗯、想法哈、哦，哎呀，但是这真的是很艰难。哎，卡了。嗯，好像是卡住了，还是网络的问题。嗯，哦，可以了。走了两个，他提劫了、嗯、是吧？提劫了，应该是提劫，应该是提劫了。这劫不能不提劫了吧？然后黑的挤一下。啊、哦，这打一个。杨锦新可能他就判断就是上面不大，嗯，他觉得吃掉这一个子也无所谓，也无所谓，他就觉得提劫更大，对，就是，但连笑为什么刺一下也是一个谜，其实，啊、嗯，这下得很神奇、嗯，觉得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嗯嗯，那么现在提过来以后，白棋是觉得没有合适的劫材了，他粘上了，粘上了，对，嗯，那么黑棋哦，不行。用不用这样啊？这是怎么了？这他俩关系天干物燥吗？不是，他俩关系应该不错呀。我觉得天干物燥，这什么情况？这怎么就断上去了？这个啊，他就是利用成了这个断，他这个棋黑的仗着这有一个断的天大的劫材。嗯，
来的提了，然后他就断了一下，嗯、断这断也得有点断不出手啊，这个。这是不管他管不了那么多了，对对对，他现在就把这个结打赢了再说，是吧？嗯、我看他这就、嗯、白的啊，白的算了，算了，来接上，下成这样了，那我是白的亏了。你觉得这结被打上？我觉得主要这将来一般呀、啊，陈老师、嗯，这一般怎么办？我不知道，这翻了顶了，冲出来这白棋怎么办？不明啊，这虎当初这虎一下也是很焦躁啊，就看起来他打一个他就不想忍回去，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下，对对，被人家打的时候他肯定是不肯沾，嗯，但是直接打上去呢他又打不赢，但是他觉得又打不赢，他因为这有劫财、他没有劫财，那么他就刺一个呢，他就是调整一下，对对对，先看看，先看一下，对，看一下，那没有想到呢，杨锦熙就没有给你这个机会，就不让你看一下，这也挺狠的，嗯，下的。不过这个结果肯定是黑棋，我觉得黑棋应该是便宜了，对，因为白棋这段等于转换了一圈，白的其实没下到东西，嗯，就因为将来这一扳等于什么都没下着，他就是直接扳了啊，直接就扳了，直接扳了，是，然后拐打，哦，他就直接忍回去了，那没辙，没，那就等于白的其实他绕了一圈呢，他就吃了这中间这个一点，上面那棋主要是。我们学的这个将来打拔大猪嘴啊啊，你这个打拔要还是先手的话，等于是白的上面的目数也亏的可能比中间还多，嗯，那黑的等于把这劫还打赢了，这块本来就是如果白的搜刮一下，就其实就算你当初粘上，嗯，黑的其实你搜刮它可能也就五六目棋，嗯，现在这白的黑的已经感觉已经十目朝上了，嗯，这要打拔先手等于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目了、嗯，黑的多了十目棋快，等于这边你拐本来肯定是先手嘛，黑的都不活的，嗯，现在你拐也是后手，将来这还有长出来的威胁，他将来这种跳过来你要冲断他打的就全围上了，那你就那你要不冲断，你刚才他打的时候你还是粘回去算了，我觉得粘回去算了，这个我觉得这粘回去有啥不行的呢，这是何苦呢，总而言之就是粘回去算了，嗯，何苦呢，嗯，这结果就搞成这样了，嗯，那么现在把这个黑的把这个活了，嗯啊，活了，这总体这转一圈肯定白的亏了。他本来如果说这个不拐的话，这里面什么情况？他就是加的吗？准备？还是什么意思啊？我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招啊。他挡一个，你是怎么活的？挡一个我，这不怎么都活了吗？我这个啊，可以猴这个啊，好棋。啊你的回答让我很生气。好奇，那他只有加一个，那只有加。嗯，加的话就是立下去吗？立得下去吗？立被他顶了怎么办？有问题哈。对啊。没有活。那他如果只能顶了之后他觉得有点大呗。哦。他觉得就这样的话他打拔不是打不到，打猪嘴下不出来了。嗯。那倒是，那脚上还有关系。他等于一拐的话，就全是木了嘛。一夹他就立着没事儿。我以为挡一个活不了。做眼好棋，不做眼不一真的不一定。走这个被你一路搬一个是吧？对。但一路搬这边也能连回去，但是局部是不活的。啊，局部是不活。局部不活。应该是怕夹，夹完可能他觉得目数比较大。啊。所以拐一个。嗯，然后白的啊，你看跳这个，他就是说。他因为他不活呀，他现在这个他不活，他就只能这样的去，就送给黑棋这个围控了。但是我看这个胜率的变化也挺有意思的，好像刚才还是50%啊，哪个时候？就是这个是扳的时候，扳的时候，然后这会儿就突然就白棋只剩22%了啊，哦，这个时候已经差了，已经不太对了。啊、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他这个得失，这个咱们还我觉得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好吧，这个得失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的。是，嗯。那这样白棋有点惨，这木全部都、就算送了、都被人家围住了。嗯，现在主要黑的全厚了，这个劫，嗯，现在就。是因为黑的现在你这上面没劫财了，你这边现在你吃我这个，好像我劫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大了。嗯。那么我这劫我将来开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啊？
配的将来找劫财的时候打拔这种愉快的劫财，我的天，嗯，这打拔一下有点惨的感觉，嗯，打拔一下，嗯，打猪嘴是。现在怎么办？白棋那这棋如果说很白棋，现在我们已经跟他进度一样了，现在啊，就像着这样了是吧？对啊，白棋他这个劫，如果说他很怕人家看下来，那就赶紧提一下吧。那还能怎么办啊？不能，我觉得不能补。现在白棋不能补，啊，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他，不允许他补这个。这形势本来就不太好，嗯，是吧，嗯？对，上面肯定是亏了，毫无疑问，嗯，亏了。就因为不肯忍那一下，他哦锤进去了，锤锤，嗯。再不锤他提劫可能人家要挡住了，嗯，那个他挡一直强调那个那个地方漏风的，嗯，然后被人家敲进去了，现在黑的就靠住吧，就上面靠住，嗯，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嗯，那白的反正往里尝一下吧，能尝一下吗？感觉能尝，嗯，接上然后再回去，嗯，就硬就大概的大致就这样吧，嗯，感觉差不多，嗯，还有别的吗？他能往这边走吗？不能，差不多吧，啊，嗯，他跳一个，嗯，跳一个差不多，跳一个好吧，不知道跳一个感觉自己棋形有点问题啊，哦，他是不是他怕白的飞进去呢？白能飞不了吧，飞应该活不了，嗯，这样棋形有点问题啊，我怎么觉得自身的黑棋的棋形看起来像有靠之类的，就是或者这将来这穿一下，穿一穿，因为这上面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搞不清哦，他是不是想把上面两个子挖死呀？啊，哦，这还有个挖是吧，哦，这还真没注意，白的是不是要虎一下，他觉得，嗯，但是刚才靠完其实也可以挖呀，对啊，那样跟挖 也没有关系啊，不，如果说我哦，那没顶着这一下呀，我也可以顶你，其实你拐的时候顶你也不亏，我顶一下再拐或者也可以，其实哦，不跟这下你没顶着也没关系，也没关系，也是可以挖断的，对，也可以挖断，嗯，他要怎么办呢？接下来不知道，而且这个子肯定得先连过去，嗯，他现在要虎吗？先虎一下再连吗？虎一下有点不肯吗？有点不肯是不是，嗯，还直接给靠过来呢，这是这直接靠直接顶吧，能顶吗？好像不太行，感觉这棋为什么要跳呢？我也是不理解啊，他是怕白的挖吗？挖也没用啊。为什么不是靠的是吧？对，为什么不是靠的呢？这个棋，这觉得很神奇，都是。他挖，我就算硬住也无所谓啊。嗯，我觉得我就算打了粘上，有关系吗？这白的有没有靠这个？他现在跳这个棋形，我是觉得有破绽啊。黑棋，如果这样的话，像刚才这个图，嗯，咱们回到这个图，嗯，这样的话白棋能不能考虑再往深一下，比如说飞进去，飞进去我就是我下的这个棋，这有点危险是吧，我不知道，看不清看不清搞不清，嗯，好像是不太容易活的样子，眼位吗？肯定是，应该是不太够，嗯，眼位应该是不够，嗯，他如果飞不到那一下的话那就没什么关系，飞不到应该没，那我就挖着呗，有什么关系呢，嗯，是就这个棋他跳一个，就如果说白棋没什么手段的话其实也还好，嗯，就是如果担心白棋以后有没有靠过来呢，靠过来是什么呀，靠过来他，嗯，你现在走吗？这底下我不就直接靠，哦，嗯，就直接弄搬这个，搬这个能行吗？我也不知道，搬这个我是不是退回来，嗯，那好像有点烂嘛，啊，那我还是顶吧，我推了，我是虎还是拐进去？我怎么觉得这感觉不太行吗？好像那顶完了我也得断啊，顶那不就等于靠你挖你打底下了？那好像不太对，等于打了贴了。那被这长出来怎么办啊？我就打是不是就行，小老师？那好吧，我打了打你是不是就坏了？我好像已经怎么都花了，这个，这坏了呀！这挡了一挡，拐回来这黑的是不是进去了？
哦，已经死了。啊，是帮我一拐。是 是。这个，等一下，帮你拐这个我接上的。啊，你可以接上，我冲回来。再然后再挤回去，这有点。你搞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不知道。从我看实战，他好像没有靠。嗯。他觉得他没有靠，他就还是拐回来了。他单拐回去。这拐回来我觉得还得亏了。这始终有个靠、啊。始终有。他是打算现在就挖断吗？没有，他没有挖断。他走哪儿去了？啊？一百。他先走了个，哦，他先立了一下。立了这个。嗯。然后再。再打这个。哦，打一个。嗯。打一个很舒服，白棋中间还是没活，而且目数很大。打这个，这棋是从12:30开始下的，每方2小时，然后是5次1分钟读秒。那如果正常下到现在的话，肯定有一方是进入读秒的。嗯，因为现在已经4:45了嘛。看着这棋。那整个目数怎么样？就是觉得上面好像目数啊不好点，主要是现在没定型。主要这个节怎么算？我这个节怎么算？我只能直感，我是觉得黑的还不错。这目数是不是刚才是觉得黑棋左上？肯定是赚了，赚了很多了。我觉得这跳肯定有点问题，这跳还是应该靠住。这跳完这地方也走不动了，没有棋下了，上面这个靠一直存在的。现在我们经常判断形势的时候，就这点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然后呢，就或者说你看进程，但看进程的有些地方也是很模糊不清的，也搞不清它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事情。哎，他这个变化图给的，我看到这变化图是让黑棋接上，黑棋就接上就可以了，他都不去打跟他打劫，那变化图，但是白棋先搬回去，我给大家稍微摆一下吧，他给的变化图是这样，白的搬这个，搬一个就补劫财是吧？估计是，要不然他就粘回去算了。你既然你搬一个小了，那么我就应该是的啊，我就算了，然后他粘上。这个图是这样子的。贴下去它还不能搬吗？难道说？他怕这个挖断。怕挖断，就是。对。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这还能不满意这个？满意。这太满意了。嗯。他这个图这下法不靠谱。是。这个不靠谱，这个人不可能像人那样。首先，人类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搬这个。这个棋我敢打赌他肯定不会搬连校肯定不会搬这个棋，因为正好他现在还没有下，所以我就给大家这棋我觉得要走他直接也是往里弄我觉得就从人类的那个想法是的人类的想法不可能说这个棋我自己先自补一下再自补一下没有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因为这部棋本身的实在价值实在是太小了中间没有目没有走到实际的目数，只是把自己补厚。这种棋只能就是电脑能下出来，我觉得咱们下不出来。下不出来，要连象下出来，我只能说是佩服。不过真的也不一定，就是我前两天跟他下棋，不就是那个龙兴站的时候，后来拿那个电就是复盘啊，电脑复盘，他确实基本上很多都是吻合的，电脑那太强太强了，而且还是快棋。还是快棋比赛，我是在想到底得记多少变化才能下成这样。不，他不是记，就是后面，就到了中盘以后，中盘的时候那就不是靠记的，那就是对，就实力。平时还是训练的多，他自然对 AI 的这个理解能力就是厉害，到达那种程度了。那太厉害了。连笑，这个。他们给他起的外号还有说叫连刚，
镰刚，哦，我没听过，我没没有没有，我没听过，没有。啊，很有意思啊，就说他的旗下的特别刚，很刚啊，确实是很刚，我也就有这种感觉。大家看这棋，估计也有点这意思。但今天杨鼎新也很火爆，是不是棋迷朋友给起的吧？可能也有可能啊，有可能，可能不是。我们一般叫他也叫大胆，大胆啊，大胆，脸大胆，脸大胆啊，因为他胆子很大，感觉就是下棋嘛，就是棋风也是，就感觉就是对有大胆。不，一般我叫就一般就叫笑笑啊，就是那还是比较普通的，比较正常的，对对，嗯嗯。是杨鼎新叫他鼎爷，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是为了什么这件事。鼎爷哈，我连校关系那个还是不错，私交还是哦，对，还有伴郎嘛，哦，结婚的时候是吧？对对。也很帅，这个小伙子。这话你说好像比较合适一点。其实大家好像对连笑都是这种感觉，是一个很斯文的帅哥啊。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说，其实他的棋特别猛下的。就看他什么时候这个突破一下自己。就肯定感觉有很多特别多棋迷就是想挺看好他，挺看他，对，希望他早日突破一下自己。嗯，我看他平时都不怎么没有什么笑容，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好像可能也不熟，不是可能对，他说还是对对。哎，他下了个什么？急了个急。啊，这个一下就下了这么多步，那就是一个网络的这个传说的。提劫的话，冲一个啊，找劫啊，冲一下不亏啊，冲一下不亏。那么黑的提回来，提回来，嗯，白棋加一个，白，这加，这不损木吗？这个，这肯定损木，这个毫无疑问啊。这是什么情况？这怎么可能不损呢？这要不损的话，我简直是啊。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将来挡一个呀？他还有点，就是说你要是哪天呢你给我打拔掉的话，就他跳了一个的情况下，对，如果我这里打拔掉我这补了的话，对，那么你这个地方可能黑棋就有点问题了，那么我就这棋我走也行不走也行，我就是哇，可能跟你，我以为你要连扳什么打起来之类的， 连扳你顶回去了好像，哦，你还不让我不能让你回去，天，好吧，我得下来，你看看，那比如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断一个，我断，哎，这太狠了，够狠，你打我从这再就是打下来，这样你局部应该是是的，不活的，是的，局部应该是不活的，那么你如果从这不能马上连回去的话，你两边有可能就要受到一些搜刮了，你要顶我可能我还是不能放过你这个棋，我还是得他最多就这样下来是吧，你这样的话反正你就木有点亏了，木就有点亏了，对，就木就有点亏了，这你只能这样活了，就是他这个肯定也不是白损的，你不要以为他加进去啊，对对对，人家是有那个应该是有后续手段暗藏杀机，当然就这个棋他没打拔的时候这不行，这个气不能乱清，对，这个气，对，你不能打掉我，可能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是的，就暂时可能不见得成立，所以他但是这个家他也不是说他就白白损进去了，如果说这长一下的话那就白白损进去了，对对，那么他提回来了一个，现在黑棋找劫也是一个，就是其实这样下棋我觉得才是咱们人类正常的一个思维，是的是的是的，就不可能说我没事儿，我自己补一个，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瞎出来的。黑棋一路搬一个，哦，一路搬，其实他搬完以后，可能白棋的劫就越来越轻了。其实，对，就是我如果打了虎以后，其实你我的劫是越来越轻了，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搬其实轻易的还是不想搬的，我觉得。这搬粘了，对，因为现在白棋搬粘肯定是后手了，肯定是后手了，现在搬粘其实白的跟着就虎一个，
我感觉就是白的结是越来越轻了、嗯、那么黑棋的下盘，我觉得他对这个目前的局势还是比较有自信的，我觉得还比较乐观一点是吧。啊，这上面你看这个，他上面这个野狐写的是人类棋手的默契嘛，就是说果然，对，就是说果然确实是人类棋手，其实大家感觉还是比较接近的。对，像这种班下不出来，不可能，我觉得之前我们说的他们两个人棋下的火爆，虽然火爆，但是也是理智下的火爆，嗯，不是说失去理智了，就是、嗯、只是说下的可能比一般人想说我可以忍，比如说刚才我可以忍接上、嗯、但他不想忍，对，这也很正常，这也符合逻辑，嗯嗯，不是说这乱来乱来的、不是那样的，嗯，那么现在他应该挡一下吧，我感觉估计是挡一下不会亏啊、嗯、一个顺手的劫财。他这个嗯还在打劫中，或者他就干脆就不理了，我感觉中间跳一跳也是有可能。嗯，现在看起来那个虎还是亏了一点吧，虎肯定是亏了、我就不我在想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虎这个。嗯，现在就亏的没有那么明显、嗯、就是反正这边也不进来了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也被黑棋走了、嗯、就是亏的也就没那么明显啊，就是就想着这为什么会去跑去唬一个啊？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长了一个，不是发生了一件我没有理解不了的事情。这长一个是就算了。嗯，我是以为他会长一个的。那加一下干嘛呢？加一下亏了呗。加一下就承认认亏是吧？这个。这长我就很开心的爬回来。嗯。那他先长呢？先长他觉得是后手吗？也。那我再加一，我再如果打劫的时候，你也没开始，现在还没开始，你还没开始，你只是在准备阶段，还在准备阶段。对啊。嗯，那就有点，还是有点亏，就觉得。你稍微亏了点目吧，嗯、这本来扳一下你是能退。嗯。那么你现在走一下，也本来五目棋，现在你走一个，我走一个，一二三四五，亏两目棋啊。嗯，这加一下。他主要是，他接下来这个也不是先手、啊，不是先手啊。对啊，我看看一下，不是先手、啊。我也觉得是，嗯，就你尖，他可以挤住你。尖我甚至我脱尖也可有可能，就是如果打劫的时候。对对，就不是要命的地方。对，不是要命了，或者我挤住你，应该你挖斩也是后手。对，是的。嗯，但别没棋。没棋挺亏的，这。白亏两目，就是只是多了几个劫财，就是将来可以断了沾了多两个。全都是木啊。木。这现在好像胜率挺接近的。接近啊、应该是双方。显示是胜率是白棋还是高一点似的。啊，白的又高一点了，那黑的也不知道哪这又不知道哪下的不对了。是哪亏了？是这个跳亏了吗？别的，他是不是这个跳亏了？有没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或者我再倒回去看一下，倒回去看一下，他到底什么地方这个胜率一下子就变成、嗯、本来是白棋只有20%多啊、哦，黑的70%多、哦，现在黑的40%多。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胜率啊，不管是白的20还是黑的现在40%多，其实差距就在一两目一，对对对，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嗯，哎，反正我们是控制不住的这件事情。嗯，但长一个黑棋还能不长不爬吗？这不爬有点不一定，它有可能是这个传输对对对，网络的这个延时、嗯嗯、但是这跟脚上也有关系，有关系啊。嗯，他如果说不走的话，不是，关键是他不走，他不走，他也不知道走什么。对啊，他也不能直接这现在开劫了，直接开劫肯定不行，这白的全是劫财、啊、那么你接上还可能还不如那个大、嗯、他应该还是要连回去的，我觉得还是要爬回去。我看现在他走什么，好像卡住了，又卡住了，好像有点卡、嗯、不知道他这个传输是不是、
啊，电脑一直还是要强调，他强调中间这个中间，他要让黑棋把这个跳出来啊，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吧，有没有看错？长翼的这个黑棋怎么是粘过去的？ 这个是什么啊？他为什么不爬过？他就为了补劫财吗？脚上他是觉得粘一个没活吧，他觉得你脚上没活。但是你这步粘木数可没少亏啊，这个把打拔卖掉了。他们看这意思就是要把劫打赢是吗？我怎么觉得有点像在斗气呢？斗气，斗气。我这粘一下，其实我们看我们确实不太，就是没棋的地方自己补一手啊，这个没棋的补一手。不，我还是觉得这个劫不应该看得那么重啊，我是觉得。这脚上是什么呀？如果说他不走的话是点吗？不走的话是打，是不是打吃啊？哦，单打是吧，单打这个、哦、是不是，哦，是这样的，单打他就不活了是吧，好像是、哎、这个还挺单打，你单打你这种接上好像、嗯、那么我一点挡住这一粒，挡住我一粒，好像你这个已经是有点问题了。就是你加呢，加就打这个，你不能立立我一拐，然后一扑，你只能加加嘛，我一打、嗯、这个劫关键黑的是无忧劫，你只要你打完以后还可以接上，打赢了还不知道怎么办，你打赢了你只能团这个，团这个接着打劫，接着打劫、嗯、就是黑的是个无忧劫，是他不能接这个，接这个被人家接这个一打，我走这儿啊，走这儿、哎、走这儿，这个经典一个死活题啊，这个经典往这边一塞、嗯、他如果说接这个的话、嗯、这应该也是一道死活题，是的是的是的、嗯、这还挺妙的看着、嗯、对，你走这个是净杀，然后走这个是双活，是走这个是打劫、嗯、是的是的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他白棋还是补一手、嗯、这两步棋本身粘和这步虎的交换的目数亏了大概三目棋，应该至少是有的我觉得啊，难怪就来了是吧，是人家就准备就直接把你一劫打爆了，嗯，不跟你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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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闲手吗？这个不跟你谈什么，这白的如果接上，如果这棋大龙死不了就输了黑的，确定吗？这待会如果不确定确定确定是这肯定确这我你这打进来感觉亏两手，这个地方亏两手棋，那我只有断了，还是说我要杀呢？你断了感觉不够吧，断了感觉应该要杀，因为你这儿先自抖一手，那么你这个地方再损两手，你就断这个，我估计不行，是不行，那长一个长，那除了长还我还能走哪，应该只有长，但这将来我活的时候这些我可能虎都是我的了，那就啊，冷静了，白棋还冷静了，白棋冷静是吧，白棋冷静了，翻回去 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棋也正常，就是其实像这种点呢，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人类的这种感觉、嗯、就是电脑找劫有可能它是这样出来的、嗯、长的是吧，对，长的就是它可能就是因为你想、啊、那长完了不也得点吗？就是长完就你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嗯，你想刚才电脑他没事，你没点我自己都搬一个，对，他自己搬了一下，那么你现在点我搬过去、嗯、他肯定觉得这个肯定黑棋是亏了的，对，啊，黑棋现在提劫了，提劫、嗯、黑棋提劫，把它靠这个，而且靠了一下，这个是劫吗？好像是，哎，靠这个脚上肯定是活的了，对啊，就他没有觉得没有更大的劫财了，或者他觉得靠一个已经够了，够了，他如果说把这个抓掉，假如说抓掉他就粘上，假如说抓掉他是粘上，应该是粘上，只能粘上，只能粘上，这不能干别的吧、嗯、对，不能干别的然后立一下，嗯，那么黑的走一个，现在这个拐应该是先手，是，哇，这黑棋也够惨的，立一个好一点，这样立一个好一点、嗯、那么白棋再收官把这个长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这拔掉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不是说你把劫打赢，哎，真的像我们摆的这个变化图这样进行哦。哦，他是拔掉了，黑棋是觉得这样就赢了吗？
好像也未必赢，也未必赢。他可能觉得未必赢，他可能觉得只能把，因为现在他一搬回去，你没有劫财了，没劫财了，你没劫财了。你没有劫财了，你除非你得打，这打一下可卖，打不出手，这把上面袜卖就，这打一下不能乱打，这卖的有点多啊，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嗯、那么看下成这样的话，就是看谁好了，那现在加了一个，哎呀，估计也就是这个变化图也就是这样了。如果说。他是立下去的话、嗯、白的现在这个扳还是这个一样一样一样，对啊，一样板八他也不能挡啊，里面不是一个双活吗、嗯嗯、对，应该估计还是一盘细棋，我觉得转来转去应该还是一盘细棋，还是一盘细棋，嗯，居然这下的都让人挺出乎意料的这盘棋下的是，嗯，他现在还没走。嗯，他觉得立会立不到吗？立不到，里边是打劫火。这得赶紧把这个长了吧？这个长太大了，长势太大了，太大了，实在是。这长势太大。嗯，这其实这地方也挺大，这挖掉挺大的。嗯，这靠一个可能把黑的吃了。你挖一个把我吃了。挖一个是已经吃掉了吗？如果说挖的话。哦。这是有靠是吗？是的，这有靠，靠我搬，有没有搬？哦，搬了顶，搬了顶这个有没有？哦，你冲的话，我搂完吃这个，那不行，应该，哦，白棋不行，嗯，好像是这个气太紧了，白棋主要是。主要问题在于白棋气太紧。对，那这个邱老师靠这个，靠这个，如果冲的话，那么你吃我一吃，这一扑的话就是一个接不归了。嗯，正好差一棋。那么黑的好像可以搬这个。搬这个，他搬了这个顶，没办法。嗯，这是有冲，对、啊，也是命令型。嗯，这都是一本道，然后黑的就 low。嗯。把这个搂掉，然后一吃刚好可以吃回来，还是你这好像傻逼，这我是不是跳回去了？对，跳回去了，是的，嗯，这不行，这不行，这个图，嗯，这个地方它挖也挺大的，嗯，挖也挺大的，也是很巨大的，因为挖死的话，白的不能往上粘，那么黑白的就动不了了。那白的如果说他只能打了虎下边的话，那么这个地方黑的也变坚硬了。嗯，嗯，其实还是挺啊、哦、黑啊、哦、白棋没有，白棋这个地方就没有力了。嗯，他拐了一下，拐了一下黑的猴，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就先不走了。对，然后白的飞这个。哦，飞了一个。飞一个，那么黑的守住。哦，那这样你就挖不掉了。有了那下交换的话，是不是会不一样呢？好像也没有，有可能。但我觉得白的有可能马上就要吃你了，不是你要吃我的问题。没功夫，嗯，没功夫让你挖了是吧？哦，这胜率还是非常接近啊，依然是很接近的。半步的胜负，如果看胜率是半步胜负，这个拐下来，嗯、拐下去了，拐下去大吗？拐下去，他是准备搜刮这块黑棋吗？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能搜刮到吗？我觉得不知道。这中间不是说巨大吗？这个，对啊，它搬过来还是这挖也挺大的呀，我觉得。哦，挖了，终于挖了。哦，这个这连笑是不是没看见呀？这个挖。刚才如果说白棋先出手靠的话，不知道怎么样。对，先出手靠可以啊。好像差好多吗？差好多啊，嗯。起码一进去二十模就不止吧。对。这如果这两个子这么被吃掉的话呀。刚才我们就说这个袜特别大、啊、特别大。嗯。这样没看见可有点。啊，是这一袜好像白的胜率跌到了二十了。是吗？嗯。这个确实是这有点没注意到的这个一步棋啊，
如果刚才这白棋先靠的，不管那个先靠这个的话，对啊，那还好哈，有点巨大。这本来靠黑的走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走哪儿。他是不是只有扳啊？那个棋，这扳我就冲，冲完了我就往前冲，我怎么觉得这，我就往里冲，这打这木叔酣畅啊，感觉。嗯，或者白的我最初的就虎一个，感觉也挺大的，虎你顶我就走一个，这跳进去也挺大的，就是怎么着感觉都是一步大棋。嗯嗯，连笑可能没看见这个吧，估计是。嗯，他如果说你刚才摆的那个图啊冲进去，那我觉得他只能脱先了。脱先就那这里阵也围不住了，对，这我头也冲出来了，这等于说这个扳的价值就变小了。就来了，他来了，这是比基本功吗？这是这不会死吧？黑棋，我觉得我这个就这样死了，我天！这黑的，这不可能死吧？这蹲一个，蹲一蹲，打劫。又这个劫，这个劫有点，这劫不行啊，白的不打不过，这劫不能打，有点大。哦，黑的还追求一下，顶了一下，顶完了弯在这儿，不是也是打劫是吧？也是打劫。哦天，这又打劫啊！这劫也够，白棋自身负担也很重啊。是的，这提过去脚不是要死了吗？这脚死了没有劫财啊？嗯。就提到这儿，脚已经进死了，是吧？提到这儿，脚已经进死，进死，进死，进死。那还说什么呀？那这劫不能随便开吧？不能，但是连笑可能他被一挖，他被一挖，他可能急了，我觉得。本来觉得可能差不多的棋，慢慢收，结果发现被挖了一下，这一挖感觉逆收了十。你收十五目的感觉，这个太大了，嗯。所以这后半盘绝对不能有一点错，不能对对，有一点差错，立马就宣告完蛋。这顶也没有办法呀，这个棋。那也得也动不了啊，粘上，只能粘上吧。那还有别的下法吗？最多就先虎一个，那这虎一个也没什么用啊。虎一个可能还亏了，说不定你虎了被我打一下，打一下我是不是立我就活了，我还不给你打劫了，你虎一下可能还亏了，有可能本来你粘完可以靠在这儿嘛，嗯，是不是，那就粘完了他就弯一个呗，弯一个是吧，弯一个，对啊，黑的还是不是跟我弯这个他就活了，对，我刚才是在看弯这个的事儿，是不是就活了，我就不给你打劫了，我给你那打什么劫呢，啊，你现在你破眼我就立一个，我这眼肯定够了，你打劫我上面做活了，嗯，哦，弯这个，对，它弯在这儿更好，嗯，这比直接虎要好一些，嗯，哦，啊，就是，天哪，他先挡了一下啊，先挡了一下，这个是打将吗？有可能，还是说跟脚上有关系？可能制造一枚劫财，啊。制造两枚劫财，因为我如果提过去，你再挡肯定我不理你，提了你再杀气，你杀不过我。是的，是的，跟那边有关系。对，毫无疑问，他靠这最后一战了，这个棋，这战斗就看这个战斗如何。只要黑的活了，白的就没戏了。我就顶呢，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那好，也不客气了，那就只能这样了，你就跑是吗？只有跑，那我只有跑，这跑了被冲，那没办法。抽的有点，反正也不管了，不管了，外面就不管了，不管了，对，大吃。然后我还得底下先怎么先打一下，对，先打一下。好，还你能打我跳是不是活了？那我只能爬了。拔一下，这实在是不太像棋，是吧？再打劫，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打过来？我觉得不太行，我就觉得。不行了，这个他是顶了一个，顶这个，嗯，这还能行吗？不行，不行，不行吧？嗯，
感觉白起已经是挣扎了在那。嗯。哦，刚才这一下差太多。这下差太多。靠在这儿。对对对，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刚才强调那个棋。这逆手。这关键白的这飞出去了，就主要白的他围不住，他打了虎，这还有冲，他没围住。嗯，不是他，如果说你刚才靠这个的时候，刚才白的那是搬，那我断呢？断，他是不是他顶是不是？顶是什么呀？冲死了是吗？都不知道是什么，这还是还真有可能冲过来，还有一个还是个劫，还是个劫，搂一圈然后再打这个，嗯，还是打劫，还是劫，是，嗯。就算退回来拐出来，这可以可以了，这全没了。对啊，这全没了，嗯，那已经差很多了，差很多了。然后待会再拐冲他一下，他也难。就这上面已经差15目，这底下感觉也至少差5目以上，这底下，粘在外面，粘在外面，人家不活了吗？都也没活，他活了。对啊，他顶打在这儿不就行了？顶打在这就活了，对，这不就活了吗？这样。嗯那白棋又亏了，那靠啥意思？还不如让他猴呢。坏了，这估计好像是白棋不太好了。白棋哦，白棋最后一搏了，这个要搏一下。嗯，这黑棋这是什么意思？这步吧，那我说黑棋、哦，还有这招，我天，这招一大堆啊，等着他，是这步吗？这步比较简明，提了反正你打回去白得连回去了、嗯、这样可能不知道他肯不肯。那我觉得可以了吧。可以了是吗？可以了。已经很好了。嗯。已经便宜不少了。对啊，从这打回来，想怎样啊、嗯、已经可以打成这样了，就已经很满意了、嗯、确实。这白的因为跑完就被冲死了。对啊，对，只能这样。那我再打这个，这不已经很惨了？只能连回来，那么再提一下。嗯、那我再搬下去，搬下去被他摘啊！那提吧，提他估计也得提。哦，但是反正也不能走、嗯，是吧？对，这已经很舒服了。嗯嗯，再进城收官。嗯。因为黑的冲不行，冲刚才我们看了那个变化，就上当接上，然后再粘它断打，这样就上当。这是唯一能上当的一个图，但是黑棋肯定不会这么下的。嗯、这样一吃，嗯，然后正好插一棋，你接上被一跑，接上一跑，你一搂包他三口气、嗯。对，是的，嗯，你会发现你打不死他。嗯、对。那么现在为什么黑的要吃这个呢？就是黑的你可能走上面这边什么，嗯、你可能。也许能吃掉我，也许吃不掉，嗯、就是不便宜感，吃两不便宜、嗯，还不如把这个吃了。我觉得、嗯、这估计连笑不太行了。嗯嗯，应该是吃吧，这步棋。嗯，杨鼎新是不是下棋下的挺快的？感觉比较匀速、哦，好像是。嗯嗯，不算快，也不算慢，对，是吧？哦，那他这块不知道也是不是已经进入独苗了？应该是，也应该也进入独苗了吧？应该差不多了都，都快下了将近五个小时了。嗯嗯，那是哦，他果然是这么下的，哦、果然是。我们刚才可能是传速方面、嗯、这些速度慢了一些、嗯。白的还是跑了，嗯，白的，我觉得被拔掉太大了，嗯。啊，先冲一下，他先冲他一下、嗯。他觉得你连回来吗？我就打了，把这个虎了。是，嗯，估计白棋还是白棋，可能不下了。我觉得下的太受刺激了，对对、嗯，这被这样连根冲过来，这样，嗯，这黑的还要冲一下也是够啊，这冲过来不就？他们之前没吵架吗？还要冲一下，嗯。没有吵过架吧？这俩人，他俩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嗯、可能也是棋盘上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下到这儿，嗯，这个两个人的意见不能够统一哈。
一个人觉得我围到七路是应该的，另外一个觉得你围到七路是不行的，我不能够接受。掉了一下之后，这个战斗就开始了。其实这一代也还好，就不算很火爆，但是上面这一代就有点火爆了，看着哈。连笑他不肯粘回去，还是挡住了。那么黑的又便宜了，对，黑的一冲，这个我觉得，这也是白棋损失有点大呀。吃一手棋吃了接近20嘛。不过白棋如果说能不能收的，接下来他这个立先手是吧？立先手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好。然后长一个，什么地方大了？对，长一个，长一个黑的大概跳一下，跳一下，那白的要顶一下。嗯，得把这个尖住。嗯，白的好像这是不是可以尖一个收？能挤吗？挤他会不会跳进去啊？挤在上面给你拼了，他给你拼了。他藏进去，加一个，我不是加过了吗？都加过再打了靠，其实也哦，就算这样吧。哦。可能也差不多，也可以行。那就把这个吃了呗。对，然后这样踢掉，接上，再接上，这样我们点一下木吧。嗯，好的。这上面这怎么？这上面这两个子基本上不能算他活了，应该是就算他打八子。对，打八算了。嗯，那么就是黑棋的嘛，这个六、十、十三、十四、十六、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五、二十六、三十六、三七、三八、四十八、五十、五十六、六十、六二、六四、六十五、六六七、六二九、七十、七十四、七十六、七十七、七八九、八十五，黑他八十五目。目有点多，四五六十六，二十三，三十三，六，三十三，四十，四十二，白的好像就六十五多一点，肯定是黑棋不高，十多目应该有的吧，十目朝上肯定，而且黑棋好像还有些潜力，他不是这么下的，他是长，这个是长的，长是长了，那么白黑棋是尖在这儿，白棋挡了一个，挡这儿，这跳住了尖住不香吗？哪个？就刚才我觉得我挺大的，摆的这个，对啊，很大，为什么他们不是不香吗？这个棋这现在被白的跳将来可以顶着冲顶就走再冲，这不香吗？挺大的，我反正觉得这样下反正非常简明，就是就可以数目了，不过这样应该也不太影响胜负，我觉得也不太影响胜负，这个还没走，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大的呀，也不走。逆收的话，他哦，你还要点进来的是吧？不成立，不成立。也没有不成立啊。不便宜。就不便宜是真的。就是双活呗。对，是的。双活不便宜，就会拐回去了。那个是里面本来是单利是六五。哦，白的贴了一个，这这两边没有办法，这两边只能围一边。是，应该是不够了。他刚才等于说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挡住的话，应该刚才是这地方差三目，白棋差三目，黑棋差四目，黑的差了四目，应该逆收七目。对，这上面我觉得也差不多。差不多，他这收应该也没有问题，又最后一击了，他觉得收不赢了，收不赢了，所以他就搬了，搬了这个最后一搏来了啊，只能这样了，不够，确实不够，踢掉，扑一下，踢掉，踢起，那么黑棋现在。应该就不找劫了吧？做活吗？
做活吧。还找节吗？做活的话有点委屈，稍微有点委屈。嗯，还行，我觉得还行，就说白起把这个提掉。嗯，估计还是黑的好，黑的好。刚才上面差多少目？如果说他打拔的话，七目棋。哦，七目棋差七目，七目还没有。他本来打拔一下还有目，这现在挡完，他主要是将来。对对，全是要回去的。是的，嗯，全是要回去的。嗯。那他如果说肯忍一下的话，可以忍一下，我觉得就忍一下，忍一下算了，赢了。啊，那就确定他赢了。确定。这个时候还是很理智的。嗯。度过吧，度过还是吃？我也觉得度过蛮大。度过。看来是在想这是什么，怎么收最好？其实挡一个也行。胆也挺大是吧，挡一个也行。嗯，挡一个也可以。这个加大吗？这里这个加就是三四后手八目。嗯，后手八目这都是简单明了的八目，但我觉得好像还是这儿大一点，要不然被他立完了，立完了长是，对，立完了长被冲一下，再冲一下也，他再立完了搬住这个方面冲一冲，是打吃吧，打吃这个是吧？嗯，打吃完了，但是可以靠起来那个棋。哦，还能靠？嗯，打吃完了可以靠起来。哦，他加这个了，这个稳，这个清楚。这个八目，这个眼见的八目，对对对，就是清看得很清楚。哦、厚，嗯嗯，厚实。这个杨鼎新一旦拿了一个优势，确实就跑不掉了，基本跑不掉。嗯，他很稳，非常稳。觉得嗯，确实，这个是他的优势。嗯，很稳健的，稳稳的拿下。嗯，我记得他之前拿那个世界冠军的时候，他拿的是什么 LG 吗？还是什么？反正不是 LG 就是三星。对，他拿了一个世界冠军，然后人家就问他这个进决赛的时候有何感想。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世界冠军嘛，反正这次如果不拿的话，还有下次，没关系。很可爱，非常自信，非常自信。那他现在把这个吃掉，但白棋可以眼见的大关子，也就是这个力把这儿收到了。不够了，也没有这棋我觉得盘面十目以上啊，盘面十目以上，只要有十目的优势，这个时候估计是跑掉了，没有什么关子。嗯，而且黑棋厚，黑棋还好收。嗯嗯，这个地方其实白的都欠了好多目呢。嗯嗯，主要还是刚才这个袜，估计他是没看见，没看见啊。他为什么过去拐那个？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他觉得拐其实也挺大，就是他觉得挺大的，就是爬过来其实也挺大的。对。爬回来，因为你不能粘嘛，你粘完这个，对对对，对你，然后将来可能你要提一下，嗯嗯，就本身这步拐肯定是很大，但是怎么着也不能没有这步棋大，就是他在这儿怎么定型一下也是可以的。他没注意到人家直接可以挖断他，他对他没注意，对，啊，他没有注意这一点。不，这个有点不应该，我觉得我们讲棋的时候都发现了的，他对局应该还是。他可能光看着人靠人家的事都没想到人，他想着人家可能防守都是怎么连赢，他没想到人家可以直接挖。嗯嗯，确实前面这些其实胜率都差不多，看了半天，结果就是最后这一下，就这一下。嗯，其实后面主要是后面这个错误是进不起的。嗯，只要有一个很重大的失误，他就没看见，那就完了这棋。是不是不行了？他是不是就哦，感觉也不太行了。另外几盘，我刚才看到唐伟星是对谁来着？还有一个范廷钰是吧？范廷钰对谢尔豪，唐伟星是对丁浩吧？哦，对，就是，丁浩没错。嗯，丁浩好像是，应该是他们里面，他跟谢尔豪谁打？他应该比谢尔豪小。丁浩是2002年的，好像是。啊，没这么小吧？是零零年的吧？好像我们时间好像是不是？
啊，哦，这个棋应该是不行了，这黑棋应该优势，啊，应该是稳稳的胜了啊，哦，应该白棋应该是不够了，嗯，没错啊，应该是杨礼新获胜了，嗯，没有时间的问题了，应该是，啊，嗯嗯，当然虽然说还有些官子逆局，嗯，我们不能100%的说，嗯，但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对，就是，嗯，主要还是这一步望啊，前面双方感觉你来往我的还是很精彩，嗯。主要是这部袜没看见，嗯，导致了这一下子的就失利，嗯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